姥姥，您弄仙人掌干嘛？姥姥做给你吃啊，可好吃了。姥姥，这能吃吗？你把我当三岁小孩了吧？臭小子，姥姥吃的盐比你走的路还多，今天非得给你上一课。姥姥，别人家仙人掌都不要，你这做出来能好吃吗？那是别人不会做，看姥姥是怎么做出来的。姥姥，待会儿不会烤着吃吧？对呀，烤着吃才有味道嘛。哎，这个有意思，待会儿我要吃。好吃就多吃点啊。嗯嗯，好吃吧？嗯，这好香啊。嗯，好吃。